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写道：在中国的四川，我看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它的灌溉方法之完善，在全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绵延万里的南方丝绸之路，记录着数千年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神秘与传奇。这条古老国际大动脉的起点，是四川盆地的心脏——成都平原。在成都平原西部岷江之上，就是令李希霍芬赞叹不已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已经存在了2200多年。第一个拼出中国版图的秦帝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最著名的一个是长城，另一个就是都江堰。今天长城早已失去了原来的作用，而都江堰却一如既往地灌溉着成都平原上的千万亩良田。都江堰这个秦人遗留的奇迹，还因此创造了另一个奇迹，一个持续2000多年富足的成都平原。据中国最古老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由于有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四川盆地有了一个美丽的别称，天府之国。那么都江堰的灌溉给成都平原带来了三大好处。第一，就是丰收，永远的丰收，在我们这真的没有水灾，没有旱灾。第二，在封建社会，农业好了就逐渐了手工业，就逐渐了商业，对不对？第三，都江堰它这样的水的浸润，就让整个老百姓的话心里比较安定，背后没有包袱，不害怕，所以说它的消费意识比较强。提出把天府之国变天府之域，是在200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九届委员会发展高地的基本的内涵，主要是呢，以枢纽、山中心、市基地，这个一个枢纽呢，就是要建设一个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这个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这个三个中心呢，就是
一个是物流中心，二是商贸中心，三是金融中心。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枢纽被摆在了首当其冲的位置。这个枢纽当然是指交通枢纽，一个和大海相关联的交通枢纽，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把四川和各区域连接起来，最终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是身处内陆的四川盆地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谁抢先一步，这个抓住枢纽的一些要素，去加快的去发展，可能会在下一轮的经济发展当中，它会起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古代的蜀人已走出盆地的执着追求，把蜀道和世界连接在了一起。今天的四川人民则要以更为高远的开放精神，打造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把四川建设成为现代中国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蜀道难，一直是历届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为之不懈努力的问题。1952年7月1日，四川建成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1954年12月25日，四川建成第一条进藏公路川藏公路。1975年，宝成铁路完成全线电气化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95年7月1日，四川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1995年10月30日，四川拥有了西部第一个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蜀道的开拓、延伸和建设，在今天依然决定着四川的发展和未来。要成为一个西部地区的经济高地，那必须首先前提就是要改变现在的交通运输状况，发展四川大交通，把四川放到全国全世界这个大版图当中来思考四川的交通发展，从而推进四川的经济跨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那么为什么四川要提出这样一个未来的发展战略，以打造枢纽、建设新蜀道为核心的高地战略，又是在怎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制定出来的呢？这和省委书记提出的要把天府之国改为天府之域，二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群雄并起，思贤若渴的刘备前往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诸葛亮对他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益州就包括今天的四川，高祖就是汉高祖刘邦。诸葛亮的意思是说，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最终夺取天下，就是因为有险要而肥沃的四川盆地作为根基。听了诸葛亮的话，刘备茅塞顿开。漂泊半生的刘备在四川盆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和依托，成都最终成为他建立的蜀汉帝国的首都，四川盆地也因此成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鼎足之一，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抗日战争时期，在300万川军出川抗战的脚步声中，中国沿海沿江的大量工矿企业、高等院校
和文化团体纷纷内迁至四川，四川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实际上是因为通往四川的道路基本上就是断头路，所以叫做易守难攻。某种意义上，当时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或者是自然环境，倒成就了四川成为整个抗日战争的大本营。在都江堰的灌溉下，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自古就是中国的粮仓。据史书记载，唐代曾经运剑南米以食京师，又以剑南一仓米百万担救饥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最突出的经济成果是解决了8000多万人的吃饭问题。粮食总产量占中国西部10省10区总和的1/3，人均粮食占有量保持在400公斤以上。农产品除满足本省需求外，还大量外销，其中猪肉外调数量约占全国的1/3。在支撑全国的这个粮食的安全和粮食的供应问题，四川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了。有这么一句话我记得，只要四川不受灾，中国就不会缺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四川只要富足 稳住了。涓渎古道上的邛崃境内，有一个名叫火井的千年古镇。据西汉杨雄《蜀王本纪》记载，古代的临邛曾经有一口火井，当地人用这口井冒出的火来煮盐。火井里燃烧的就是地底下冒出来的天然气，这是世界上有关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最早记录。迄今为止，四川盆地的天然气探明储量居全国前3名，是全国3大气田之一。四川盆地不仅仅是美丽富饶、资源丰富的聚宝盆，更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是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各种要素和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云、贵、藏、青、甘等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正是因为独特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地理环境，在一个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一个伟人要举全国之力，把四川建设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使得四川这个农业大省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强大的工业
和科技实力。这是一支活跃在川北大山里的秧歌队，队员是清一色的东北人，而且全都是位于江油的长城特殊钢厂的退休职工。击鼓的老人名叫秦金龙，今年70岁了。44年前，26岁的秦金龙和他的数百名同事，从东北的本溪来到了西南的江油。我们这个地方呢，除了上钢五厂的人以外，我们还有武钢的，就是武汉钢铁公司的，还有江西钢铁公司的，还有我们本溪钢铁公司的，还有北满钢铁公司的，来了大约可能有30000人这样子。这30000多操着不同口音的建设者来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中国最先进的钢铁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几乎是瞬间聚集到了四川？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突然改变了这群人和这块土地的命运？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在北部湾发生激战，越南战争正式爆发，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彻夜未眠的毛泽东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自此，社会主义中国以举国之力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秦金龙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川西北的大山深处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建设。成昆铁路始建于1958年，之后多次停工。三线建设开始之后，根据毛泽东成昆铁路要快修的指示，中央军委调集了铁道兵5个师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的大决战。成昆铁路是人类铁路史上最艰巨的工程，全线修建各种桥梁991座，隧道427座，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桥，每2.5公里就有一条隧道。全线开工以后，地质比较复杂，它什么样的地质都有，所以很多人啊，甚至外国人都说是这是修铁路的禁区嘛。成昆铁路呢，1100公里了。已经修了12年，可见呢，这个当时呢修建这个成昆铁路呢非常艰巨。中国人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在一个不可能修建铁路的地方，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伴随着铁路的延伸，在成渝、成昆、湘渝、宝成铁路沿线，涌现了广元、江油、绵阳、德阳、西昌、攀枝花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
进而形成了当时全国最先进、实力最雄厚的工业和科技走廊。三线建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加上四川原有的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使得四川曾经一度成为全国的先进省份。包括航空、航天、机械制造、化工啊等等，好的一些好多大型的这个关系的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些工厂企业在那边建起来。2007年，四川经济总量跨过10000亿元，占西部十省市区总量的1/3，在西部地区甚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四川有8000多万人口，当我们把貌似巨大的经济总量按人口平均的时候，差距出现了。它的这个人均 GDP 的水平啊，并不高啊，虽然它早在前几年已经进入1亿元俱乐部的行列，但是由于人口的这个规模很大，由于平均之后呢，水平并不理想。三线建设带来的奇迹，毕竟是一个特殊时代意志的产物。当中国开始选择融入世界潮流，开启市场经济时代的时候，财富迅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排列组合。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的东部沿海省市突飞猛进，而四川这个曾经一度奇迹般领先的省份却相对落后了。新时代的财富积累方式让千年天府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直到今天，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仍然是四川最大的省情。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初级阶段特征更为明显，仍然是四川最大的实际。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四川最大的问题。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这对四川的发展来说，既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四川应该怎么办？四川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四川的发展同样关系到全国的发展。跨越什么？我想可能是这几层意思。第一层，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跨越，就是世界的眼光、开阔的胸怀，要这么一种意识。有这种意识，很重要一点什么？就是有危机感，要忧患意识。